另外，你最近係咪諗住轉型做埋歌手咧？最好係啊，因為咧，其實我係我個人係有少少嗰啲叫咩咧？好好奇，即係個人好好奇。咁我本身有好多嘢都好中意做喎，咁我就有周不時會喺 IG 嗰度 po 下一啲自己唱歌嘅片啊。咁 so far 嘅反應咧都係幾好，咁所以我又覺得而家又多咗好多啲唔同類型嘅歌手，咁自己都會想試下咯。信心大增啊！你咁樣係咪真係？叫做算唔算信心大增咧？都算嘅。應該是個興趣再加大了，因為原來自己的聲音都幾多人喜歡，那我就再好奇心再大了去 explore 自己可以做到啲咩咁樣。你估會唔會有合唱的機會啊？合唱啊，看下邊個啦，你係咪想講邊個？你驚做嘅？我會想試下自己先，自己個人唱先，係即係揾到自己的 style 先，跟住再同人合唱。You fool